场盛会棒球训练营是一连五天，邀请了重量级球星当教练。第一天呢是由旅日好手杨代刚，还有台湾巨炮陈金锋，就连前日籍投手野茂英雄也到场。前美日职棒投手野茂英雄在投手球上亲自示范牵制小诀窍，台湾青棒小球员在旁边看得专心，听得仔细，大家都想把握难得的机会，要跟传奇球星 Nomo-san 好好讨教累积多年的投球功夫。何かまずやっぱり、僕ピッチャー見るので、じゃあ基本プレー、基本プレー一つで、自分の人生が変わってしまわないように。他教我们牵制，就是牵制的节奏，还或者是丢本垒的时候，不能节奏都一样。想跟他们学一些日本的精神或者是态度。由知名运动品牌主办的棒球训练营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展开五天的课程。第一天投手球上由野茂英雄打头阵，另外在打击部分则请来旅日好手杨代刚，搭配台湾巨炮陈金锋组成最强教练团。我跟他们讲都是最基本的，然后动作你能做好的话，你在打球会比较稳定。训练营中除了每天都有知名球星担任客座教练之外，主办单位还请来多位国内外职棒教练，希望帮助小球员在心态和球技上都能透过经验传承更上一层楼。UDN TV 吴家佑、魏楚玉台中报道。